你的到来滋养了我。你的到来可是在日光中，你好啊。遵照女王的意志，我放到哪去了？我为女王效命。我放到哪儿去了？遵照女王的意志。
太好了，老兄。非常感谢。旷野，欢迎你，下次再见。再见。效忠女王，下次再见。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为了亚登矿，很高兴能帮你忙。
女王会眷顾我们。你需要这个吗？欢迎。梦魇幻化成形，灵魂骚动不安，织梦者需要协助。哦，感谢女王你来了，我没办法缓解梦魇，你能试试看更直接的方法吗？享受旅程。暴风雨暂时减弱了，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需要目标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暴风雨暂时减弱了，没有目标。暴风雨暂时减弱了，哦，看来灵魂恢复平静了，谢谢你朋友。放轻松吧，保证野性种子送到冬日洼地比较好，米娅说不定愿意跟你一起走。你需要什么？仰望星空。我很乐意与你同行，我去准备一下。Thank you.
我能帮你什么吗？我会尽力而为。有梦最美。我是魂灵的代言人，米娅，带着我的竖琴，它的琴声可以安抚野性种子。我会在冬日洼地等你们，路上小心。谢谢你带我一起，很遗憾你没能会见女王。是被歌曲吸引过来的。每颗野性种子都很珍贵，我们失去太多了。真希望凛冬女王能救回所有种子。等一下，这条路不安全。等等，你是在兽瀑高地帮助我们的人，或许你能再帮我们一次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为了雅登旷野，快来，有许多人需要帮助。没时间休息了。非常感谢你。继续战斗，为了雅登旷野。继续战斗，为了雅登旷野。绝不会背弃森林。他们控制着一只猎手，许多同伴都死于他的利爪。现在换他死在我们手下。我跟盟友打头阵，等我吹响号角，其他人就一起上。
凡人，拿起号角。旷野猎者，快！打得漂亮，回来重新准备。我需要目标。这不过是第一场战斗，恐怕还有很多场等着我们。提上雄鹿，跟我一起来吧，朋友。染疫者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解决他们。旷野猎者会将你们从亚登旷野彻底驱逐。你回来了，野性种子很不安。你为何而战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来吧，我们要骑往冬日洼地。亚拉龙，谢谢你护送我们，有这么厉害的猎手保护我们，实在很令人放心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直到最近才加入旷野猎者，因为我的林地必须牺牲，才能拯救其他林地。我的林地也消失了，倒不是因为干旱，有一群戴面具的妖精在林地作乱。我那些朋友，很抱歉，尼亚。要是旷野猎者能去支援就好了，但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。凛冬女王也分身乏术，她背负着最沉重的负担，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分担一点。拜托亚登旷野需要你的力量，驱散这个灵魂的梦魇。虽然我们资源短缺，但我还是会尽力而为。黑暗必定消退，愿黑夜笼罩你，收下我部分的力量吧，凡人。使用它就能改变你的形态，让下面那个灵魂愿意接纳你。我们去准备仪式。欢迎来到我的领地，为了女王和领地。要找什么吗？随风而飘荡，希望这样就够了。成功了吗？不，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到我的旧林地外头和我碰面。那地方充满，我知道哪里还有。我为女王效命，我也一起去。该怎么做？大自
然在我怒气之下颤抖。梦魇消退了。我终于能再度沉眠，回到遥远的大森林，等待再次侍奉荒野的一天。欢迎来到我的林地，朋友。女王陛下，我会保护这些灵魂度过他们的寒冬，我会守护他们直到春日重生。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我发誓，女王陛下，我发誓。休息吧，祝你好梦。这场干旱持续不断，来，给你。我知道，真的太少了。回这座林地的一切，没有例外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要这样！这是我的林地，我不准你们毁了这里。亚拉龙，我们不是敌人。谁敢对这片林地出手，就是我的敌人。我会信守誓言。女王陛下，这段时间我一直相信你会拯救我们，现在你却派人掠夺这座林地，为什么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亚登旷野快要死了，绝对不能让他灭亡。女王召集了旷野猎者，我们收回你的领地是为了拯救其他地方。你愿意为了整座森林牺牲一个灵魂吗？还是要坚守你的誓言？你有颗纯正的心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。这是你最后一次为荒野付出了，我永远铭记在心。
朋友，请你原谅我。女王陛下，我会为你狩猎，为了雅登旷野以及所有能得救的灵魂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万物唯一，你的狩猎应该很顺利吧？
你为何而战？我为女王效命，为了雅登旷野。森林需要我们。要抽你的灵魄，我已经逃出范围了。灵魄就在这附近，我们必须继续搜索。你为何而战？闻到敌人的味道了吗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你什么都不是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们很靠近了，佐斯特到底把这么多灵魄藏在哪里？他们一定是为了某种可怕的目的。我们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
现在没有目标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离得太远了，不需要目标。你为何而战？为了雅登旷野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有很多事情要学。当心脚步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索斯特一定是把灵魄放在林地之心里了，但他明明已经凋萎了。或许是衰退的林地吸引他们来到雅登旷野。高兴你来了。我为女王效命。什么？是其中一个佐斯特，体型巨大。他会征服所有世界。
没人阻挡了，动作快，我们到灵帝之心去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森林，我们阻挡佐斯特，你快取回灵帝之心。有这么多灵魄，不能用来救活你的灵帝吗？还有我的灵帝。我们的灵帝不在了，尼亚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一定有办法挽回我们失去的一切，一定有办法减缓痛苦。那是为了拯救亚登旷野所做的牺牲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为保护旷野而战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为何而战？为了敌人的数量太多了，不惜一切保护森林之心。我连一秒钟都不能放你一个人，是吧？我们走吧，还有事情要做呢。哎呦，看看是谁来了！准备好对佐斯特降下飞灵魔法，再跟我说。我先送这两位去安全的地方。谢谢你，月美女士。我们，我们把他们点亮吧。哈哈哈！弱小的飞灵魔法不可能伤得了我。我的魔法对那个大家伙不管用。哦，我等一下再对付那个笨蛋。行了，我先监视佐斯特，你回去找艾利欧德吧。欢迎来到我的领地。愿黑夜笼罩。再来要去哪里？有什么事呢？愿黑夜笼罩你。马上就有更多佐斯特要打过来了，动作快。
你需要目标。我知道灵魂会做噩梦，但没见过这么严重的。他一定经历过可怕的伤害。